花蝠又名翘鼻麻鸭，在台湾是稀有的冬候鸟。这次布袋来的十只，很是吸睛。不过有点远，加上风大，拍起来很吃力。花蝠觅食后休息的时间很长，如果它们刚觅食完你才到，那可有的等了。终于有一只花蝠开始走动，花蝠的后面我看到了三只公的罗纹鸭，听说这里的罗纹鸭有十对。花蝠随风往左方移动，开始觅食。又有一只往左移动，现在只剩两只还在休息。我是在车上拍的，外面风很大，罗纹鸭也在觅食，但是要拍到罗纹鸭觅食的画面确实不容易啊，它都躲在比较角落的地方。下午2:14，有三只花蝠飞向右边，离我们又近了些，赶紧调整车子，距离约近了20公尺，角度比较顺手，拍起来质感也好些。
可惜并没有全部的花圃都飞过来，大部分的花圃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最近偶感风寒，已经好多天未出门拍鸟了。稍微好一些，外出拍鸟时也不敢在车外吹风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